谢谢谢谢。就是我们这回呢，应该说来到了韩国，是在教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国家级的，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尽心竭力的把它学好，好不好？好，来大家加加油，因为平常说韩国，对吧？但是这个项目有点太难了，主要为节奏感，因为首先他要把水花打起来，还要有节奏感。其实前面两个鼓的人是最重要的。前面这两个人，我跟你讲，就刚才我看到了，除了你打鼓之外，他还要跳舞。是，所以这两个人非，所以你过去真的，我跟你讲，就是我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也是。刚才，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呢，这个项目，我觉得具有一定挑战性，是，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很沉稳的人来说，是有很大的这种把握能力。所以我觉得瑞哥，我觉得这样吧。才刚一开始就起内讧了，唇枪舌战争取有利位置，你们该发扬发扬勇往直前的团结精神才是啊。哎呀，看来还是让老师来安排吧。公平，我们四个谁来？我们四个让老师来。好，这个要跳舞，这个最老的没有体力的站这边。那我体力很好的，你看错了。哎呀，要输赢，等一下，来，先放松，先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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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这样，哎，不是，我先这样比一下，好不好？哎，我赢了，赢了，好，谢谢师傅，好吧，那就是我 ，OK， 那我们就位喽 ，sexy， 所以成败的关键是我跟你。小猪啊，虽然是乱打，可是还是要有点节奏感哦。我们还是来认真跟老师学学其中的精髓吧。结束了击鼓练习之后，永嘉军将要面临更为艰难的挑战，那就是切包菜训练。在我们开始训练之前，我建议前排观众往后面坐三排，因为等一下我们飞出去的有可能不是包菜，而是这两把刀。不过没关系啊，这个练过硬气功的除外啊，练过硬气功的可以不用推了。哇，台下的人都没有练过硬气功。我以为刀是道具呢，没想到刀这么锋利啊。吓死我了，还没底气，加油。鼓劲儿，鼓劲儿，鼓劲儿，切个大头菜。秀要的就是要包菜飞舞的感觉，但是瑞哥和成员似乎还练得不够好，小猪和李晨会比他们两个做得更好吗？
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觉得是吧，老师？谁呀？你不知道我祖宗原来有个人叫李逵不？知道。啊看样子永嘉军们似乎都练得不太好，这个程度的话能完成接下来的汇报演出吗？勇往直前mini run the show。刚刚的一段鼓舞呢，虽然打得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相信是鼓舞人心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更加精彩的表演，一顿乱打需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谢谢。谢谢。他觉得我们的表现还好吗？他说你们表演得非常精彩。是的吗？对。哦。紧张。哦，你这有点啥子心没得过啊？啊，这个就可以拿去做菜了。啊，谢谢这个，谢谢啊。就是不要浪费了，我讲。不会浪费。对，这个要做 kimchi， 对，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浪费了，因为呢，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吃的晚饭，对，可以，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就打包先回去了，对，都不会浪费的。就清炒这个包菜啊，对，然后包括炝菜、泡菜啊，手撕包菜，回国带给我很多朋友的礼物，那这回呢，特别高兴呢，能够在我们这个韩国首尔的乱打秀，然后跟安慧来合作，好，谢谢。啊，我也有我这里都是，我这里全是，这里都是，怎么办？这里都是，怎么办？怎么办？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勇往直前3年来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上希望小学。从你这边也行啊，你们在做非常好的事情。是，我看到恩惠这时候眼睛突然放出了很亮的光芒，把眼睛里这样的光芒给我们很多在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让他们也看到他们心灵的希望之光，好不好？来，冲着镜头。啊，谢谢。굉장히힘들고어렵고좀지쳐있지만아마이렇게좋은프로가있기때문에많이웃을수있고또행복해질수있는것같아요여러분들행복하시고요항상여러분들주위에는따뜻한분들이많이있다는걸좀믿어주셨으면좋겠어요谢谢。所以呢，刚才在银慧小姐带领下，我们也成功的完成了我们本次在首尔这个乱打秀的这个挑战。那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在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由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捐赠了33万元，捐建湖南省桑植县苦竹坪乡希望小学。谢谢。谢谢。是的，谢谢。
勇往直前，我做主，这样响亮的声音呢，应该说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响亮。今天呢，我又来到了韩国的首尔，无穷乐趣尽在首尔。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看到是第一站，还会有许许多多精彩的节目和我们要去的地方，都会让大家慢慢来体味和感受。当然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好，谢谢。那今天呢，我们最要谢谢的就是严慧小姐带我们到这么美丽、这么好玩的地方来。是。勇往直前，我这酒。是的，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喊出来，好不好？来，一杯敬。勇往直前，我做主。哎。找不到小明哥吧？小明哥，你看。小明哥，小明哥，快放，快放，放了吗？放有没有？